少尊，虚幻化阵了多少星辰？5600。恭喜少尊。有什么可喜的？我不过是追着银虎王开辟的路在走，他如今肯定超过6000星了。少尊可是有神道骨的，早晚会超过银虎王。他没有神道骨，却比我还强。不过我不会认输的。其实少尊不必灰心，迄今为止玄武世界也只有少尊和银虎王突破了5000星这一大关。陆清影、燕灵秀、月星妹呢？据情报分析，他们三人都有望达到5000星，但那基本就是他们的终点了。另外已知有机会能达到5000星的，还有九阳霸刀族的李修罗以及妖皇界的紫金狼。天地很大，玄武世界很广阔，陆地之外尚有无尽海域，谁又能知道这其中究竟有多少英雄天才？他们只要一招抓住机会，就会一飞冲天。我们的目光不能只局限在这五人身上。再者，玄武世界中有近100处封印，待封印破除，远古的英雄归来，百族争霸就要开始了。天妖族想要屹立不倒，唯有变得更强。我要像银虎王一样，一人一剑横走天下。在此之前，你需要清除内患，缉拿叛徒，妖无头。如今局势多变，少尊独自出行怕是有危险。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姑姑，我去了，天妖族就交给你了。少尊放心，我定会守好天妖族，等你回来。短短时间，封印怎会削弱至此？独孤离梦呢？他们都已离去。我是妖无骨，不知阁下是哪位前辈？我是妖无心，你就叫我姐姐吧。你也是无字辈，你是千年前的我族少尊吗？我可不是。我族少尊是妖无神，一个主动放弃进入十大天才之列的盖世少年，他若出事，你们定有一场少尊之争。我很期待。你现在这样不像是要回归。待我成就明月神力，自可出关。期待你出世为天妖族而战。不会太久的。我有个问题，独孤离梦和独孤大鹏为何放弃这里？这与他们的使命相悖呀。那是因为第二次破咒之战后，玄武世界对独孤氏的限制都解除了，所以他们有了新的使命。什么使命？就是集合所有独孤氏，猎杀银虎王。也许我该做点什么了。